是猫猫。今天要带小朋友认识的是红毛猩猩，它又叫做人猿。与猴子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尾巴哦。哇，它们可以用手跟脚拿东西吃哦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哇，吃吃吃吃吃，哇，它们还会拍手哎。耶，拍手拍手，哎，小朋友你们看，它还会劈腿呢，是不是很可爱呢？